我是悠然，不叫 U 盘。这局我居然遇到了那个敌台主播，那我必须要赢啊！开局来他们都选择了地下室，刚好被我撞到了，关门放猫。敌方已搬迁。来追我呀！这主播还一直语音不怕我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？你跟我等到起哈！小老弟，我不怕。先解个冰块。我不怕你。咋？那一下咋的够整吧？放射，你们两个继续推，我倒放飞一个再说。我让你救。耶，还有无畏，我都等到你血晕了再抓你。哼，跑不了了吧？走一个奶酪。放中。啊，可惜啊，没抓住。不知道还点着炸药吧？看你还皮不？敌方已搬出来。嘣！呀，剑客这个头盔很烦呐、啊！莫跑！你躲水桶里面干嘛？一二到零，这还真是第一次见。给我出来！走你！绑上！可是花瓶就来了呀！我怂还不行吗？我躲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不急不急，先放这牛。主播，你不是很皮吗？哈，绑上。二技能都没放出来就被我抓死了，放牛撞你！我去，雷声还不够啊，没秒掉就给我锤了一锤子，哎，判断严重失误啊！不过有位你也跑不了，抓回来！还用炸弹炸我，毒秀，你真的毒秀！叫了我再继续吧。我这把手刃无敌了，敌方老鼠被救下，直接放飞了。老鼠被放飞，主播你还敢钻桌子啊？我放牛啊！你怎么又被撞倒了？之后经过几百回合的救人绑人救人绑人，我最终还是拿下了胜利。这剑客太妃还是相当的执着啊，豆皮你救队友这么卖力，我也必须的给你点个赞。那么下期视频我们一年后再见，拜。